30年为是，所以从三十，下面的从三十上而夜长之，就是把下面这部分拉长，上面是三十。哎，看起来还蛮有道理的啊。30年为一室啊，这个讲法在古书里的这个注释里面还有嘞。经典原文里有，我待会要讲，有问题，待会跟你讲啊。30年为一室吧，你说错不错？但是它应该是第二个层次，一辈子是一室，一代是一室，是这样的吧？平均一代差30年，所以30年为一室。有个问题，上古这个上古时代一代是差30年的，一代是差20年不到的，对不对？是这样的吧？凭什么30年是一室？这个30年为一室，是不是从这个"室"的字形被拆成三个"十"复会出来的？有没有这个可能？是不是？我们看这个"室"的古文字字形就明白。这两个不算啊，这个草头下边看下面这个部分，跟三十一样不一样？很不一样啊！我们再看三十啊，三十这样的，朝上的，对不对？弯弯的，下面没有别的东西，一样吗？是这个就像这个支支叉叉这样这种字，对不对？是跟三十相近，什么时候相近的？大家看，很晚啦。这个楚楚文其实写的《战国秦》这个年代是可疑的，楚楚文的原本丢了，现在只有这个后代摹刻本，这个明显是后来混，对吧？那么世代的"世"这个字形不知道什么东西啊？跟这个一代一辈子一辈子一代人一代人叫"世"有什么关系？跟三十有什么关系？我们看啊，这个问题其实这个我们已经解决了，我引了一段话，这是台版概要，这是什么字啊？叶子的叶，叶子的叶，现在上面有个草字头，对不对？下面的部分啊，好像是一个室一个木，对不对？那为什么一个室一个木叫做叶啊？大家有没有发现，叶是表示一代和这个时间长短的一个词，这叫什么什么时期，中叶、上叶，有没有关系？这关系应该是这样。把这段话看一看啊，说文分这两个是两个字，其实这个字就是后的初文，草字头明显是后加的，对不对？它像什么？像树叶嘛？树叶怎么画？没法画啊，画个树，上面画个小撇小撇，就是树叶，对不对？这个字长期被误视为果，你光看这个当然像果了，后来发现果有就是果，特别，哎呀，这个没有这一横啊。有这样的果就特别好，这不是果，这个叶就是把树一起画出来，对不对？由于树叶是一年一轮回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引申出有这个世代的意思，这是很通的。期在中叶，叶世也，你看就是一回事。那么我们就可以发现，世叶不但应尽，而且行尽，有包含关系，是这样的吧？它两个字啊，应该是，就是由这个叶里分出来的，是就是这个叶里分出来的。较早的"是"字做这样子，显然就是叶的上半部，这个大家可以发现吗？这个字跟三十不一样啊，这个枝枝叉叉的样子，我们看这个字，是不是？这个字就是从叶里分的一半分出来的。叶的上半部"是"通行后，叶子反而被看作"从不从事"的字，不对的，对不对？《说文》附会30年为一室的说法。把这个解释为不可信，是一个世代的概念，跟年份没有绝对关系。我们看这个，刚才学员讲了，古书里就有这个"是"表示30年的呀，这怎么回事呢？30年为一室，说我们把它当做这个王立古汉语字典，把它当做这个基本的解释。《论语》这条啊，就是这种两可，对吧？这条的意思很明白。如有王者，必世而后人，什么意思？按照传统著书，包括杨伯峻的翻译啊，什么解释，他的意思都是，这个王就像现在啊，这个一代人培养不出一个贵族，就是这种意思，对不对？你这人称王，什么时候才会发自内心的行仁政呢？要30年，按照传统解释是这样。
这完全可能是你第一代不行，一定要等第二代。为什么不对呢？而且比这个一定要等30年合理得多。大家觉得吗？对不对？第一代上来开国的这个军啊，都是打打杀杀出来的，就是要杀功臣的，逃也逃不掉。第二代出来就温和了，搞经济了，他就是这样子，真的是这样子。第一代人过了30年，对吧？主席他老人家能过30年，还是要搞事，真是这样。所以我觉得这个救助明显就有问题，应该就是这个世代的代，啊，不是世代的世，是这样的吧？所以他说引申为父子相继的世代，五代怎么样，这个可能是本意，可能不是引申意。反而是30年，如果有30年特指这个事，反而是引申义。所以大家我理解我的意思吧？虽然我这个今天文献没有查多，不知道30年称事这个事情到底有多少。我想如果有，它也应该是引申义，对吧？后面的人世、当代、一生、时代应该分。一生我觉得应该回去，对吧？世代跟一生是一回事儿啊。君子末世，人世当代。举世皆浊我独清啊！屈原跳下去之前就说这话了，是吧？他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这个世，就是现在世界的。当然，这个概念后来被佛教这个借用了之后啊，创造了一些别的名词啊什么的。那原来就是我这一代人活的那个环境就是世嘛，对不对？再引申到我周边的这个我所处的这个环境，就是世。现在是什么世道？什么世道？不是现在是什么30年？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代人过的日子，差不多吧，然后再引申到不再特指一代人了，横向都是这样，时代也叫世，后世，前世今生后世，哎不对，对不起，这个前世今生后世的世还是一代人的这个世啊，所以它这个联系是很紧密的，我觉得就是，后来把它扯那么远啊，就其实不一定啊，我们知道这个世跟业的关系之后啊，就能解决。